带酱油，带酱油打龙。OK， 打酱油，带酱油好了。带龙打酱油，带龙打酱油，带龙打酱油，好主意，好像不错。带龙打酱油。带龙打酱油，三中小屋，行。打 ，OK， 开台，好 ，OK， 分辨储存，这没改，好。安大家安呢 ？Hello， 安你好 ，Welcome to。Two， 那你这是这付费的哦，买的动作。我是觉得这是里面买的最值得的一个动作了，跳舞哦。对啊，对啊，我今天也是跳给那个、啊、给他看，那最值得的动作了，是花钱学的舞步哦，真的。今天是要把酱油断尾吗？没错，对，断头，断头，我带龙打酱油，打酱油喽，好久没登了哦，很久了，我们要打的那个人还没出现，对，那个人跑去救援妈妈，救援地方的妈妈，对，救援地方的妈妈。这样子把他妈妈卖掉好吗？就是他妈妈好像忘记带钥匙在楼下求救。你这样讲出来好吗？可是你好像已经讲出来了、欸。对啊，这样不太好。哇，可恶！你怎么把他讲出来了呢？哦，我好可爱哦！天哪，好，你很可爱，你很可爱吗？我的角色很可爱，可爱吗？你很可爱啊，对啊，超可爱，角色。干嘛强调？就可爱萌嘛，对啊，就角色，对啊，可爱萌、哦、怎么没出来、欸、？YouTube 聊天室怎么在这么高的位置啊？来，把它拉下来，把它拉下来。这个、啊丢哈、哦，没出来。你、欸、现在还有礼物抽奖哦？有哦，礼物抽奖有啊，就是要、哦、要抖那礼物才可以抽奖。哦，白痴哦，会蒙上来的。没有啦，就嘿。嗯，之前就有了，那好有好多一段时间了、欸。是哦，我都没注意到。好了，机器人改好了。好。嗯。这样不就五个人吗？对啊，多一个。对啊，我在吃烤肉啊。哦哦哦哦。好。等一下，抽奖一下。带龙打酱油啊！抽个，怎么可爱萌啊？你们之前都坏掉了。可爱萌啊，对啊，回来了，快点打酱油。对啊，带龙打酱油，我打酱油，我们要断你尾。对，对啊，带龙打酱油，我们真的是去打酱油，真的是去打酱油。对，好啊，感谢超级留言。哎、欸，为什么超级留言不会跳出来啊？聊天室你们真的坏掉了，那边刷这个。哦，不是啊，我不是想穿这件啊，是因为酱油一直说，哇，你男友三呢？然后、啊、他其实我不来四楼，大家都丢吼。好换，好，大才好看。聊天室你觉得白心要不白外框啊？有点碍眼哦，谁有点碍眼？谁？就聊天室那个啊，那个聊天室有点碍眼。对啊，算了，还听到吗？聊天室的各位，他们觉得他觉得你们碍眼，看到我这边，我这边绝对不会觉得你们碍眼。哪里口嘞？我这边不会哦。哪里口嘞？快来吧，来吧。白痴哦，我们在等机会锁啦。啊？没有在你们集会所，等一下哦。嗯。来、欸，叫你直接来我们集会所啊。好啊，我现在在调试窗。哦，
怎么了？是可以哦，反正他接他的进度就好了哦。对啊，他玩他的，我玩我们的。我改一下我的那个，你觉得四窗无边框四窗无边框错了吗？哦，我要用无边框四窗，确定、哦、不理我呢？感谢客也超级留言，要走了不要走嘛。他真的有改吗？有，他跟全木差一点点而已。不要走嘛！他好像没有改耶、欸。你 ESC 一下，他就改了。他说叫你重开游戏。怎么了 ？ESC 不理我，返回。又返回，不是右键两下。有有有，重启重启。他叫我重开 game。哇，花钱大佬呢哦。哪有，这才几十块。才几十块，哎、欸，各位，他说才几十块、啊，他一百块都不减了。不是啊，哎、欸，真的，你看里面的动作，这我就真的觉得这个造型比较值得，好不好？哦、其他都觉得好啊，不用买了，不用买了。哦。快捷键类型，键盘用，感谢东风超级留言。王杰越跳越前面呢、欸。快捷键要战斗才可以用。嗯，在这边只能用聊天那个快捷键。你们两个、哦、吵死了玩这个啊那个我没有总觉得好像有点卡卡的谁上去了你滑走了你滑走了来来来来来生气的人他现在猜猜猜猜猜猜我面对这边面对这边是哪一个动作啊？方形步啊？方形舞。等一下、啊，等一下、啊，聊天。好了，好了。等一下、啊。好了，好了，好了。来，我站一下，我站一下。我站人啦、啊。好了，好，好。来，一二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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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对。让我面对那边，面对那个酱油来的，来的那边。缆车。啊，面对那边。啊，来了，来不及了。我站好了，站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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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缆车，来了，来了，我在坐缆车，这个缆车看起来有点可怕。嗨嗨，神派。我觉得我还是回去好了，再见。我看到开任务，你是在跳舞啊？好好说话哦，很可爱好不好？这个还跳到天边去了，你就很可爱。好啦，请客，请客啊，请客，请客。好，请客。这是什么？哦，有东西吃了。杰克，请客。没有，是哈吉请客啦。哇，哈吉请客。好啊，认错人了。好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为是你说要请客，然后杰克付钱。没有啦。感谢雅雅超级留言。这肉看起来好好吃哦。哦。干温。好想吃哦。好吃。别人在吃烤肉。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啊对啊，我们在看着别人吃烤肉。对啊，嗯、因为我们的人物都在吃烤肉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在玩。我现在是要去接任务吗？对啊，你接啊，你接啊。哇，最正的角色，我要承接新任务。哈。繁星说这是最正的角色哦，你说是啦，上面柜台接待员啊，
上面柜台啦、哦。我以为你说那个给本代笑一个那个人呢、欸。哎、欸，我怎么没有任务呀？我看一下我下去哪，与总司令对话。你要先下去把剧情跑完才能上来接任务啊。总司令在工坊吧？总司令在船一楼船那边。哦，总司令。总司令呢？一个船长要跑去工坊，在那边做打工吗？他的兼差吧。什么时候开打？你要等酱油啊，酱油还没好啊。哦、我们现在是来带龙打酱油，我们等酱油。对啊，我们什么？我们会把龙找到，然后再带他过去找你。你们是龙的队友是不是？都是间谍、欸。是，啊、没错。太恐怖了、啊！我以为是队友，没想到居然是对面的队友。都是龙的队友。是队友，没错啊。对啊，你看我前面那么大，有龙奶大，有没有 ？OK， 接待员，接待员在四楼，是不是？宝宝宝，有龙奶宝宝。我不收钱，要也可以给我啊，要给我也可以给我啊。好的好。他的符号怎么在这啊？这个符号我忘记了、欸、他那个是布告栏吗？甘心哦，在这在这，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知道了，承接新任务，狩猎毒妖鸟，好、哦，怎么是？哎、欸，他叫我选南西影帝还北东影帝，有什么差别呢？就高兴选哪个就哪个。就是那个地大地图里面的哪一个地方进去开始去找龙？那我从北部好了，北后面十一看起来比较多呢。我好了，近啊！你要上啊？你应该上先那个，你应该先去接啊。那他接了，他在底下接也没上。哦，那我要上来了吗？哎、欸，我不能上去啊。哦，可以再进参加任务，我们应该可以参加任务吧？嗯，可以。杰克进来啦！对，好像昨天。打一张地图，打了三只大凶彩龙，还打不死一只烧鸟。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那你是在干嘛？不在干嘛？不是，我在拿烧鸟练武器。哦、所以是先拿大凶彩龙来练武器，打练了差不多，再去打烧鸟。没有，哎、欸，没有，我在打那个什么那个烧鸟的时候，那个大凶彩龙一直出来跟他 PK， 然后烧鸟还输了。这两个会打哦，会啊，我倒是不知道，没有遇到他们打过啊，我没动装备，算了，没差，没差啦，换个武器就好了。看到他们打架，有一种原来以前的恐龙打架是这样子的呀的感觉。我要偷东西喽，不可以偷东西，哎哎哎，我拔出刀了，好帅好帅。我放弃怎么操控了 ？WSD WSD， 左键右键呢？装备、啊、你要记得你的左右键是直接开无双哦。哎、欸，他昨天只能说双刀超难用，你教教他啦。双刀哪里很难用？超好用好不好？我是无脑的新手，容易上手的东西你都不好用。不要用太刀，不然就用弓。没关系啊，就给他找一个他喜欢的就好了啦。嗯，对啊。哎，弓、欸、真的很帅哎、欸，很帅、啊，但是现在你不适合啊。好吧。现阶段啊，你又不帅、欸。啊？什么？我那么帅？那个适合我而已，好不好？屁啦，你不是可爱吗？你刚刚自己讲的。你才可。我很可爱，谢谢。你这个人过分的，引诱我的话，过分哇。天哪、啊，这个人怎么可以如此的不要脸？打到哪里？谢谢，杰克教的好。我看到了。我要去毒妖鸟。他在我这边，黄色。我要跟着那个萤火虫走。他叫导球。已经找到了啦，已经找到了，看黄色点。真的吗？我就是 M 打开，有一个毒妖鸟，按 C 标记他，就让他就可以跟着走。对，要标记。哦，我标了。昨天那个繁星有教我，我被鬼气，我被、啊、他没有跟你打、哦，没有啊，喂，我只躲在他后面，
五万秒是被动吗？被动的，也不算被动啦。看到比他强的人，他是被动。嗯，是他打到出来打我的意思。对。等一下，我想一下啊、哦，我想一下啊、哦。靠！我说小猪不要跑。你攻啥？打他！哦，好，加油！我已经全破了啦。牛牛牛！哎、欸，我记得，我记得我先要先把这个打满。我还记得。加油！加油！我在跑了，我在跑了。好重！他先断他尾，断他尾。里面没开台。啊？喊错。今天在 YouTube 开吗？今天在 YouTube 开啊。哦。哇！啊、哦。我最后一下没砍到。哎、欸，我台也不错看啊，对不对？可以看看我这边的也不错啊。没有，今天在 YouTube 开哦，有开台哦。没有，他没有开啦，他没开啦。抢人哦！到尾了，到尾了，好，我们到尾了，工作结束，我们工作结束，收工，收工，是这样，是这样，他的事情了。啊！毒，你中毒了。啊！真是，我的解毒剂，解毒剂，解毒剂。疯了！啊，我没有带解毒剂，吃汉方药好了。哎、欸，我还没挖尾巴、啊，让我挖尾巴。我也还没挖到、哦、尾巴，我的尾巴，尾巴啦！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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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手机，手机啊！哎。